英文千万别乱用，小心被老外糗到爆。台湾人用很讨厌的一个国际是 OK。我的一个台湾朋友，那个笑话你刚刚听得懂吗？我当然听得懂，我不是 Benton。OK。尤其是女生，本来说哦 Jesus， 对，我看他们很惊讶，他们也不会说哦妈祖这样，对，妈祖这样，不要这样讲。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墙。